小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风筝。我们需要的东西有：纸袋一个、线、胶带、棉纸、剪刀、蜡笔，还有任何可以装饰纸袋的东西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在纸袋子上面画上我们想要的任何图案。纸袋装饰好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剪下来的棉纸粘在纸袋的里面。现在可以把线粘在袋子的另外一边。好了，我们用纸袋子做的风筝就完成了。